我跟你讲，只要这个刘禅不来恶心我，这个孙尚香是保定了，你知道吗？兄弟们，你真是不知道小鲁班能走出这样的步伐是为什么，我这把就告诉你，明白吗？为什么鲁班敢这样走路？你们再来多一点，啊！打死我！好吧，打死我！辅助跟我。不跟行不行？不太行。不是，兄弟，你玩呢？你别站后面挂一呀！你这让我怎么玩呢？你是怎么想的呀？哎，我怎么一上来就碰到这种辅助在这里搞心态，我也是看不懂啊，兄弟们。这把难搞啊！
那现在两个边路塔都没了呀，就不敢往外带。这个辅助在这里挂机挂好久，头疼。然后他来了一句不知道怎么保，你开个二技能不就保住了吗？李白过来了，头疼。本来塔不会掉这么早的。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到！啊！到到到到到到到！攒倍度，不慌。我要是拿个红就好了，兄弟。李白在哪？得绕一绕，得绕一绕，要找个好的位置输出。我没闪现，贴我脸上我不好打。城主，
and 冷静。我把他推了一下，推一下一梭子弹，他就很难受了。哎呀，呵，你这个人，直接碎星锤，然后补个魔女，完事儿。其实补不强更好吧。感嬴政虽然一个大刀能扫死我，但是我觉得好像我找个好的位置，他不扫我，我不强那我顶着李白打。我只就是我们打李白的逻辑是，只要我二技能能推到他一下，李白就打不过我。但如果他在我脸上把输出打全了，我就没办法了。我去把红拿了。哎，他回去，他死了呀。这个位置摸得到呀，他把棋手位置暴露的这么明显，那肯定死的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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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噔，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，高地高地。死！他搁这花里胡哨的，怎么感觉现在小鲁班的话多了一点呢？原来没有这些语音的呀。撤撤撤，再稳一波吧。死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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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死！这一波嘞，
麻了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